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在今天的读经一亚茅斯先知书，我们会听到上主这样说：为了以色列再三再四犯罪，我不收回成命。天主的决定是永远的，天主不会改变他的决定，也不会收回他的许诺。天主永远爱我们，无论我们做得好或是不好，他永远爱我们。我们知道这件事，更勇敢地求天主宽恕我们的罪过。基督，你奉命来拯救忏悔的人，求你垂怜。求你垂怜。基督，你来召唤罪人，求你垂怜。求你垂怜。基督，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传道，求你垂怜。求你垂怜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以恩宠话语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，求你赏赐我们常生活在真理的光辉中，不为错谬的黑暗所笼罩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亚茅斯先知书。上主这样说：为了以色列再三再四犯罪，我不收回成命，因为他们为了要钱出卖义人，为了一双鞋出卖了穷人，他们把穷人的头踏在尘土里，使卑微的人走入歧途，父子亲近同一少女，以致亵渎了我的圣名。他们靠近每个祭坛，躺在抵押的衣服上，在他们的神庙内喝剥削来的酒，是我从你们面前消灭了阿摩利人。他们虽高大似松柏，坚固如橡树，但是我仍然从树上摘去了果实，由树下拔出了根子，是我从埃及领你们上来40年之久，带领你们经过旷野，使你们占领了阿摩利人的国土。我要把你们压倒在地上，好像满载禾捆的车压过一样，就算是飞毛腿也无法逃遁，大力士也无计可施，壮士救不了自己，攻守不能屹立，截主者不能逃脱，骑马者不能自救。在那天，武士中最勇敢的也仅能赤身逃走。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忘记天主的人啊，要留意。忘记天主的人啊，要留意。你怎配传述我的规戒？你怎配提起我的盟约？你总是恼恨我的管教，将我的话
置诸脑后。忘记天主的忍耐，要留意。你与盗贼朋比为奸，跟淫乱者同流合污。你满口秽语污言，你长舌造谣欺骗。忘记天主的忍耐，要留意。你常毁谤你的兄弟，对他吹毛求疵。你如此行事，我一直缄默。你还以为我像你一样，现在我要责斥你，指明你的罪状。忘记天主的人呐，要留意。忘记天主的人呐，要留心，免得我除掉你时，没有人来救你。谁奉献赞颂之祭，就是光荣我；谁行为正直，我必拯救他。忘记天主的人呐，要留意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今天我们不要再心硬，要听从上主的声音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耶稣看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往湖的对岸去。有一位经师前来对他说，老师，你不论往那里去，我都要追随你。耶稣对他说，湖里有穴，天上的飞鸟有巢，但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。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，主，请许我先去安葬我的父亲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跟随我吧，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在今天的福音里头，耶稣提到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自由的问题。耶稣讲道理，许多人围着他，许多人需要他听他讲道，或是希望他会治病。结果那时候耶稣吩咐离开那边，往湖的对岸去，离开需要他的人。我很羡慕耶稣这样的态度，非常自由。耶稣不会被任何人控制。耶稣唯一的说，他所考虑到的是天父的旨意，其他的不重要。虽然有人非常需要他那时候，可是耶稣说没关系，我们离开。
有时候我反省我自己的生活，我就是缺乏这样的自由的态度。虽然有时候可能牧灵工作方面或是服传方面看起来我蛮热心，可是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是也是为了我自己而已，为彰显我自己的能力，不一定是天父的旨意。我们到槟榔圣三堂前面有一个小公园，圣母公园。有时候我会注意到公园里面有蛮多的人来这里做运动休息。我一直想，我应该接触他们，让他们皈依基督宗教，我们加入我们的教会，认识耶稣。好像我在等我的猎物，要抓他们。可是不一定，这样的感觉不一定是天主的旨意。也许就是我想满足我自己的渴望。那如果这样不完全自由，就像死人一样。希望天主会让我看到清楚，看到了解天主的旨意，我应该所做的事不只是满足我自己的事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生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恩师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坚弃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
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天主赐给我们自由的侍奉他的恩宠，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亲爱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圣道礼礼成，我们去传播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焚香自由。